是 C 集团幕后真正的 boss。林泰墨，糟了，他已经知道将军是江耀明的女儿了。什么？我晚上要去见客户，喝完再回来。我先不跟你说了。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稍后再拨。Sorry。 休息啊，一会儿就完没事了。谢谢医生。哎，不行。我确定，我这一天不逗你了。谢谢你找到我。说什么傻话？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，我不会让你再离开我。 Just to keep you warm. All these crazy things I do. 就算是天王老子，也别想把你从我这抢走。刚
你们老天爷小女人有点帅啊。你先躺下。你呀，今天就好好休息，家我都帮你请好了。我睡一会儿。将军，我查过监控，你这次出事不是意外，是沈星。他故意拿走了正在维修的牌子。沈星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我都听你的。生死的事情你就先别出面了，我想自己解决。那怎么行呢？他差点害你连命都没了。哎呀，俗话不是说吗，先律己后律人。哎，我这样做肯定有我自己的原因。我呢对办公室文化太不敏感了，才会把职场人际关系搞得一团糟。撤司的事情也是对我的提醒，所以我想自己先试着解决一下，好不好嘛？好，我相信你能处理好。啊，我好困啊，我要睡一觉，下午去公司。你还去什么公司啊？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休息，听没听见？那可不行，我要做独立自主的女性，不能靠老公。老什么？再说一次，将军。你说都是琳达干的，你有证据吗？我有，我偷偷留了他给我的汇款记录，就在我的手机里。你看，这件事儿除了琳达，还有谁和这个案子有关？我之前跟琳达都是单线联系的，当年琳达从 MH 跳槽到 G 以后，亲自找我当的 C 集团的总经理，让我在台面上扮演他的客户。我一直以为 C 集团他就是老板，可是他说话的时候总是提到我们，那我就不知道他这背后还有没有其他人了。今天你见过我们俩的事儿，要是敢说出去，我可不敢保证你这小命还能活多久了。我明白，明白，肯定。可是，可是什么呀？那天杜大哥找我套我话的时候，我告诉林大哥，大哥，我。自己惹的祸，自己想办法补救。当然，